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Kicker Club KickPick， 很久不见啊、在之前呢，我们讲过了很多滑板产品的评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个滑板中很重要，但是平时又很少提到的产品，就是我们的头盔。今天也很高兴找来了我的朋友 Bobby， 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选择一个合适你的头盔。嗨 ，Bobby。哎，你好，我是 Bobby， 我是一个在上海的滑板教练，也是有自己的滑板店叫 Eggman。And 好像鞋子滑板店。对，Eggman 是一个滑板动作，好多人就是觉得我这么喜欢吃茄子，但是一个动作叫 Eggman。所以我好像我的店的最好买的东西是头盔，因为我学生的妈妈爸爸非常愿意买头盔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包括你的头是最重要保护的。这个叫 Brain Saver， 就是保护脑子。Brain Saver。对，所以这个是中间的那个海面，就是有中间前面是银，比较银的，看来后面是软一点。这个很好的，因为这个可以模仿你的头型。所以它放在你的头上，就一直都在你的头上。所以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头盔，品牌叫 888。那么这几个跟这个都全都是一样的吗？这个不是一样，这个是那个吸汗的。吸汗的。对，里面可以吸汗。这个是儿童头盔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有一点不一样，这个是对人的保护的，还是更多的软一点的。因为他小朋友的头很小，头盔会掉下来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可以很稳定的放在小朋友的头上。这个是给小朋友的。那么你刚才说的吸汗的是怎么样的？对，吸汗的是蛮好的，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吸汗的，这、就是我自己用的。就是你花了半天吃汗了很厉害的，你的汗会经常进去你的眼睛，你一直都得擦。但是这个不需要的，这个是吸汗。还有这个汗变了太多了，在里面你可以拿下来洗，也可以买新的。所以你可能觉得哦，我现在无聊，有这个红色的在里面，你可以换别的颜色的。所以以后他们买更不一样的颜色。所以还有，如果你是一个小朋友，你的头变大一点，长大了，你可以这个是 M， 你可以去买那个 L， 就是大一点的这个吸汗的东西。所以你不需要换头盔，你就可以换了这个里面的。我戴是这样的，就应该放在我的眉毛上面。你看看你的戴的是这样的，因为太小了，这个是适合我，所以这个可以放在我眉毛上，应该可以放一个手指在里面。你看，所以这个不是太小了，但是你看我自己动，它还是在眉毛上。这个是那个 knee gasket，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，这个就是加保护的，就是。因为有这个有帮助，就是你的膝盖的力气。这个方便，因为我不需要脱我的鞋子可以上去。这个就放在下面。但是他们摔跤的时候还是跑下来，所以是没有用带护具。但是比如说我在做一个动作，然后我决定会摔跤了，不会成功了，我不是摔下来，我就自己跳下来。开始的办法，你可以先跳下来，一个脚到了，然后你跳，你可以用第一个脚到了地上，让它帮助你变成在膝盖滑下来，然后你越来越习惯这个，你以后你就自己调下来。就我现在可以试试看一个动作，就是我知道不会成功了，就是我试试看这个动作以后，然后决定哦不能成功了，我可以就盖我的身体，然后我就成功这样的。